はい、皆さん、皆さん、日本語です。お前は日本の朋友は？はい、こんにちは。是吗？我们稍等一下，然后我们再讲解一下啊。第二趴就是纯 NG 的商品，然后介绍完的话，我们就会公告时间，统一上架。好，所以你现在在官网的 sale 去看到的 sold out， 是因为我们还没开，先给大家看商品。那 NG 的只有直播你看得到，因为 NG 的在卖场它只有号码，那老会员他一定知道，那新的会员朋友的话就是注意一下我们待会的 NG 商品，纸笔，对，你要记住号码，不要买错了。然后等一下到官网的话 ，NG 的话就只有几号几号几号，然后针对号码去下单购买。它会显示桃红色的 NG 几号，就是 NG 一、NG 二什么的，你就是看那个手图去下单就对了。对，那不要买错了，买错就只能自己转卖了。嗯，好吧，因为我们抢这个，因为有时候你抢别人没抢到的话，他可能就先去买别的东西了。那其实大家就是要注意，就是你如果买错的话就不能做退换，那就算你买对也不能退换，因为我们 sale 非常的便宜。 OK，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在私讯我们。 okay. Okay. 那待会的话我们会在最后公告时间，就这样子，帮我拿一下，让 Intel 打下。 Hello 好，推下推下，去旁边等着。好，我们现在就再讲一次最后详细的规则，这样子。就是刚刚老板有提醒过大家，特卖商品是没有退换货服务的，不管是 NG 瑕疵商品或是未上架的特卖商品都没有提供退换货服务，所以大家下单前考虑清楚，想好，不要冲动购物，买你需要的，然后确认好尺寸再买。这就是为什么还要特别开直播介绍的原因，因为我也不希望大家买到不适合的商品，所以这部分请大家一定要多留意。然后第二呢，就是订单只要一旦付款就没有取消的服务，没有取消部分商品，也没有取消订单退费都没有，所以请你在订单付款之前一定要确认你的商品是购买正确的哦。然后呢，如果你订单下单后你发现你有些商品是不要的，麻烦请你自己先在订单付款前就先取消订单，因为你一旦付款我们就没有取消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那特卖商品是可以并单的，你可以不管你几张特卖商品的订单你都可以并成一张，但首要条件就是你所有订单都要先完成付款，然后再私讯小编会帮你做订单服务，然后多付的运费部分会帮你退到会员账户。要给账号哦。对，要给账号，记得要提供会员账号，私讯我们的时候。对，然后第三就是特卖商品的订单请你在送出订单后6个小时内要完成付款，超过6个小时我们会取消你的订单，然后特卖商品就会再释出到官网。这个卖场有写，有写我们这些规则的话卖场里面都有写，那只是说 Conny 再口述一下给大家知道。对，那老朋友一定会知道了，那新朋友的话就看卖场。没错没错，所以请大家，然后因为特卖商品我们还是在官网买，所以不管你是要转账或是信用卡刷卡都可以，所以非常方便。那就是待会就是我们介绍完 NG 商品之后会跟大家约定一个上架时间，那我们就先话不多说，就开始介绍 NG 特卖商品。好的 ，OK， 现在是 NG 商品一号 ，NG 商品一号，然后是长腿的丹宁牛仔裤，然后是腰围是整圈收紧，这件是 M 号，对，这件是 M 号，所以一般 M 号身形的人在购买。那它的 NG 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等一下左右两边都会给大家看看，是帮我这边，它这有一个黄黄的点。黄黄的点，对，黄黄的点，对，大家看不到是正常的，因为我们 QC 的非常细，所以其实你正常在穿你是看不太到的。我提醒一下大家，因为 NG 商品卖场都只有手图，就是只有编号，如果你想要看穿搭照或是平量尺寸的话，麻烦在直播之后，在我们上架之前中间这段时间私讯小编会给你他原始卖场的那个网址，你就可以看到商品的编号。没错，对，好，这个是一号的价钱是500，它原本是1000多，对，500 M 号哦，这是一号，我的尺寸是 M， 对，然后是 NG 商品的编号一号，
下来是编二号。Sorry。灯具商品二号，尺寸 S。对，这是 S 号，然后瑕疵是在这里。还有那个小刷吗？应该。它是应该是它车线的时候有破掉了，不过就变得很像裤子是有破刷破的感觉，然后是这样子直筒的直筒丹宁裤，然后尺寸是 S 号，尺寸是 S 号，然后内腰是整圈松紧，价格是500，对，这件是500 NG 商品二号，二号，二号。再来是三号 NG 商品三号，是我们11月。是我们一月的热卖商品，十二月一月都热卖的，然后是直长腿直腿条直腿裤，长腿宽条直腿裤，好像是。Anyway 是白色的，白色米白，对米白，然后内腰是整圈松紧，这件你要记得要穿肤色内裤，或者是搭配长版上衣。是的，然后这件的瑕疵在这边，哎，这里面是有线是不是？伸进去看看，这个吗？啊，对，线，线。你眼睛好好，我刚没看到。好，这个是 NG 是在这边，有一个点。这里。IG 等一下哦。这边。这边。要考验大家的眼力。然后另外一只腿，另外一只腿也是一个点。对，左右各一个小黑点。好，对，左右各一个小黑点，然后这是三号，价格是500，价格是500，这是三号，再来是四号，四号是西装裤，这是几号？尺寸是 S 号，尺寸是 S， 对，尺寸是 S 号哦，落地的西装裤，对，双折，然后瑕疵是在这个地方，后腰这个地方有勾纱，这里一条，对，还有勾纱。这里有勾纱，老板是看不到。对，这个是四号，编号是四号，500，价格是500元。四号500，对，西装宽裤，没错，编号是四号哦。对，是编号四号。再来是五号、六号一定要。对，五号、六号，我其实三件都想收，没错，都想要。这件是五号，没错。对，这件是五号。这是有编号的，我们是有编号，所以你买哪一件是哪一件，这样就是五号是那个11月、12月、1月一路一直热卖的舒适垂坠宽裤，对，没错，对，然后是颜色是咖啡色，然后五号的瑕疵是在这边有勾纱，看得出来吗？有吧，这边有一个洞，这样子，对，有勾纱，两个勾纱，小小的，边 这件超级好穿。而且那时候买的时候，蛮多人问过说会不会起毛球，但我自己过年穿超多次，不会，它其实而且大家都说很好穿，对，超级好穿，而且超多人回购，就是包色，没错，五号价格是700，700号哦，五号700，再来是六号，一样是同一款的，对，六号就是六号，是的，瑕疵位置，它的问题是，就是大家有看到这个光吗？这是烫痕。就是熨烫痕迹，就是韩国厂商那边在烫这个压褶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有折到，然后烫的比较深，然后它就是会有痕迹，但基本上穿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感觉不到的。对，因为我本人也拥有烫痕瑕疵两件。对，我的 IG 看。对，好 ，IG 这边，对，它是有印子。嗯。然后不是布料没有瑕疵，它就是会有烫痕的那种光泽感，然后穿起来是没什么感觉。没错，就看不太出来。这是六号，六号价格也是700，价格是700元，六号700。再来是七号，七号是这个裙子，鸭褶裙，丝音，素音，还是丝音？丝音吧，它是丝音哦。它是这样子，湖水绿的鸭褶雪纺裙，这个也到春天、夏天都可以穿。是的。然后瑕疵是在背后屁股这个地方。哪里勾纱呢？这边，对，这个勾纱，好，这里勾纱，背后屁股真的还好。老板看你公司看不出来的东西，跟我看不出来。对，它是七号，七号价格是600，七号价格是600元，没错，600哦。再是八号。
但它现在官网目前还有贩售现货中。这件很美，这件是我蛮喜欢，我自己有自留的裙子。嗯，然后它的瑕疵点就是在它背后的这个松紧带的部分，没有，就松了。就是它好像松掉了，然后我觉得是你需要另外再拿去给修改阿姨，请她帮你换，就是把松紧带抓紧一点，或者是换一条新的松紧带。是的，或者是如果你是腰部比较有肉的女生，也许你可以不用换，对，你就可以不用换。它就是腰部的后面松紧带这个地方比较松一点，也不是叫比较松，就是好像弹性没有这，它没有抓得很皱吧？对，好像是皱，因为它还是有弹性、啊。应该是它松紧带用太长。哦，我觉得它松紧带在。短一点就可以，所以你就是请阿姨，你可以请阿姨把这边拆掉，然后松紧带剪短以后再重新弄。修改费我觉得差不多200就可以，差不多200可以。然后这件是瑕疵 NG 商品，八号编号是八号，价格是300，价格是300，也好便宜哦。嗯、好，你换松紧带很便宜，怀疑我就差不多200块就好了。嗯。再来是9号的 NG 商品，对，9号是 NG 商品，9号是那个我们办公室女生还蛮喜欢的一件裙子，哎，我刚是把它拆掉了，它是什么？翻折、侧翻片、开叉裙，总之呢。有兴趣的话就是私信我们，好不好？然后这件的尺寸是 S 号，这件尺寸是 S 号，然后它是窄裙，它是雪纺的窄裙，然后奶茶色的，尺寸 S 号，瑕疵是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右边到左边有一条压痕。这边到这边，对，就是长这样，它就是布料的那个，也是烫的痕迹。哦，它不是抽纱，是压痕。对，它不是抽纱、哦，它是压痕。这边。就是它有一个比较深的压痕，它也是那个布料烫的痕迹，没有抽纱哦，不是抽纱。然后这件是9号吗？9号，编号9号，价格是400，价格是400元。这原价应该都1000多了。这件好像原价990，对，原价990，这件是400元。9号，9号。接下来是10号。十号是我们一月份的热卖商品，没错，对，也是空姐的自留款，这是十号，然后它的瑕疵是在正中间，就是可以看出来有个，也不是，好像它有一个针，就是洞洞比较开，就洞洞比较开，它没有漏，也没有破，它就是比较开，对，它就是一个洞比较开，这里十号，十号价格是300，300元，十号。Conny 的洋装是存款吗？是的，是的，这件大家一定要，是的，大家要稍等，这件我的爱穿。请拭目以待，我们2022的春装非常烧。现在是11号，11号是雪纺材质的雪纺衫、嗯，是滑布的雪纺，然后白色会有一点透，所以要内搭哦，要内搭。不过上班族的女生就还蛮适合的，你看。好，买起来。然后是这样子，然后11号瑕疵是在，靠近腋下的位置，这边有一个蓝色点点，一个点点，有吗？在哪里？在这里。对，就这个，对，就是这个，就是好的，可能是点点，好的，这是11号，11号编号11号，价格300，11号价格是300元，这是视力检查，再来是12号，12号是这个，也是我们一月份商品，然后它是做这样子蜜桃丝绒感的雪纺材质，然后拼白色的领子，然后呢？十二号的瑕疵是在这边，它的领子这个地方有几个点？对，一二三，三个小黑点。对，就是有点淡，它是黑色吗？它很像是透透的，好像滴到水的那种感觉，有点像水痕，但应该不是，应该没办法弄掉。对，它没办法弄掉，所以不建议再买。对，好，这个是十。对啊 ，IG 比较明显 ，IG 蛮明显的，一二三，然后12号，12号价格是300元，名字是蛮美的。再来是13号，竖梯，13号的瑕疵比较多一点，不过你买来在家当睡衣也是 OK 的 ，OK 的，对，它在袖子的地方有一块黄黄的，然后这边有点起毛球，这块起毛球，然后这边有一个黄黄的痕迹。
欸，我们收到的是新品，看起来像是新品，但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厂商有这样子的瑕疵。然后正面，对，然后正面也有点黄渍，这边要过来一点，这边有点黄渍。好，这个是13号，价格是100，几把扣几把扣几把扣。对，然后它里面非常舒服，它是磨毛的，所以如果你不建议，对，医院的，如果你不建议的话，你在家当那个睡衣，睡衣，或者是你就是只是拿来当内搭 T， 因为它搭大学 T 还好，露下摆就好。对，所以就是100块，100块。被你讲完之后好像值得，100块哦，反正它穿在里面或者穿在家里没人看啊。嗯，而且这个黄我是没有洗过啦，不太确定洗。可以试试看啦，可以试，可以试试。好的，13号，再来14号哦。14号是我们热卖款的半领 T， 14号。是的，对，14号是半领针织 T， 然后这个是奶茶吗？总之就是藕色，总之就是暗杏色，对，杏色，杏色。就是你有没有看到？对，然后瑕疵可以看得出来，这也是有明显有一个小破洞，对，有一个小破洞。哦，所以我觉得是拿来当做平常内搭穿，因为它本来就是内搭，对，就内搭穿这样子。然后是很柔软、很舒服的磨毛针织，我们卖很好的。对，十四号是价格是150，14号150块，14号。对，它非常柔软啊，150，拿来当内搭还可以。没错 ，OK， 这是14号，接下来NG 还没上架，我们待会播完会公告一个时间，统一上架。现在是15号，15号是建成衬衫，这件原价要1500的样子，值得15还16左右，是建成的衬衬衫，然后你可以单穿当罩衫，跟我这个风格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好适合买，然后搭我的这个洋装。你好适合买，然后或者是当罩衫外套也可以，因为它是轻柔的雪纺材质，然后瑕疵在这边下摆，它应该是染色的时候有一块，对，少染了一块，所以有一个小白点，一个小白点。在这里，好，它就是这个下摆。其实穿起来真的你看不到，因为它在这，对，小白点在这，在这，好，这里这，它在这个位置。好，这个是十五号，价格是700，700，700，就是一个小点，小点下摆小点，对，下摆小点，其他都是 OK 的，700块。下一位，接下来是16号，16号是斜排扣的针织外套，春天也可以穿吧。它不能开吧，可以吗？可以啊，哦，它可以开。Oh, sorry， 哎呀，它是可以当外套的哦，它也可以当长。两穿。哎，这条线还没剪掉。好，我等一下。它是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还有个漏针。看不出。漏针有啦，我好了，我手进去，大家会比较明显一点。还有个哪里？这边。漏一针。其实真的蛮不明显的。好吧，蛮不明显的，漏一针。露一针，那大家可能想说，哦，它本来就洞洞了。这边是16号，编号是16号，价格是300元，16号价格300。接下来是17号，17号大家笔记有做起来吗？编号要记得哦。对啊，会太快吗？不会。好的，17号，是有这个竖纹感的那个针织内搭，然后是针织的，然后灰色，这件是灰色，浅灰色，然后瑕疵在。背面的领子，这个地方有钩纱，这个钩纱，好，这是编号17号，价格是300，17号价格300块，300。接下来是18号，18号是1月份的热卖商品哦，垂领，没错，欸，我不是说好的有这件吗？好，算了，听很多了，好，先给大家交班。这是编号是18号，是那个垂领，就是你可以拉一字领斜肩，然后就是垂领的热卖款，嗯，然后背面的腋下，背面的腋下应该蛮难，在哪里？我看一下哦。有一点抽纱吗？它是有抽纱吗？对，还是重纱？这个痕迹，抽纱，然后有一段抽纱。不过它本人是我写的，今天跨本。对，而且是背面的腋下。背面的腋下，在这里，差不多这样子的长度。对，大概1公分。它是没有漏，它是抽纱，可是它不会这样。它没有破了。对，它没有破。对，对，就这一条。哦，这样比较明显。好，这样这个，嗯。这编号是十八吗？对，18号，18号价格400，四百块，四百块，四
400块哦，我妈妈价格四百。现在是19，19是热卖款的堆里内搭，堆里内搭，堆堆里，堆堆里内搭的话，这个是藕灰色吧？对，灰色，这是灰色，灰色，灰色。然后瑕疵是这个地方，漏针，吗？漏针有点小破，一点点漏针。如果当内搭的话就可以了。漏针，这件很舒服。哦，真的很舒服。好，堆堆领这是19号编号，价格是400，19号，400，再来20号，对，20号就是要跟这个搭一套。20号好想留哦。20号你可以跟19号搭成一套，也可以跟刚那个伴领。对对对，它就是跟各种伴领可以搭成一套。20号呢，它就是钩织的，像手工钩织的小背心。老奶奶。对。老奶奶小背心背面，对，它是背面这地方漏针，没有破，它不会散掉，但它就漏针，对，就是漏针。好，这是20号，价格300，300元。21号，它是21号，21号是春装的衬衫，可以当花领，花领，对，花领就是21号花领这样子。然后颜色是有点像是橘红、砖红、砖红、红、砖橘红那种感觉，很有气色的。在哪里？啊，这里，没有一个勾勾勾纱，对，一个小勾纱，小勾纱，好，这是21号编号是21号，价格是500元。21号500元。好，现在是22号。22号是宽松的 oversize 的衬衫，它是挺板的，挺板的。然后背后是有这样排扣造型设计，然后领子是这样前后双 V， 然后瑕疵是在正面的领子，正面领子有点破裂哦。有吗？看得到？有，对，就这里。有对到焦吗？这里。嘿。然后这边。这里，这里，这里。好，这个是22号，卡其色，价格300，300元。22号，然后接下来是23号。23号是一字领的针织衫，也是我们的热卖款，然后黄绿色的，黄绿色，然后瑕疵是在正面的领口，领口这地方有点小漏针破破的。对，这里这是23号，对，23号价格是200元，黄绿色的，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它本人是画偶像出来，对，画台艺就好，哎呦。接下来是24号斑点衬衫，斑点，对，斑点衬衫24号，然后瑕疵在下摆有点晕，它染色的时候没有染好，就是你看多了几点，就是多了一点点黑黑的，不过它本身就是斑点啦，对，这这这，这个，这个这个，对，这样，这个这个，对对对对对，这个这个这个瑕疵瑕疵。但是在对，你扎起来就看不到，左下角，对，扎起来就看不到。这是24号，价格是400。24号，价格是400。25号是同一款，25号是同一款，瑕疵好像也一样，在这里，它是比较上面的地方，它就右边腋下的地方，这里可以看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好，好，这个是25号，价格一样是400。400元。接下来是26号，是很受欢迎的双领碎花衬衫，雪纺的，春天穿刚刚好，瑕疵是在这里正面的抽纱，纱要往看中间，抽纱，抽纱，大概多长呢？几公分？你觉得？就这样，就贴纸的位置。贴纸的位置差不多2公分左右，2公分，2.5公分，26号，26号，价格是400，400元。抽纱远看给大家瞧瞧，远看真的看不出来。对啊，好像远看是没有的，远看还好，而且你穿起来其实扎的时候它刚好是看不太到的，对，这是裤头的位置。接下来是27号，27号也是夏天可以穿的，然后 V 领的雪纺衫，然后瑕疵是在
左肩有抽纱，这里对，长度大概多少？哦，这样，差不多这样子，长度是这样。抽纱 ，IG 这里抽纱，好，然后价27号价格300，27号价格是300，27号300，300，再来28号，28号是我们。热卖也算热卖吧，热卖一直默默卖蛮好的，柔软针织，冰凌针织，短袖的，对，材质非常非常柔软，然后是白色的，白色就容易有瑕疵哦。28号，先给大家看上面，它有两个小黄点，两个吗？对，两个，一、二，对，一、二，然后下面还有，在哪里？有。看出来吗？好困难哦，大家。嗯，总之就是有小黄点了。对，总之对。看不到是正常。IG 看一下这里，一、非常小。IG 蛮明显的。对，一二，然后下面这边，对，有一个小黄点。好，这个是28号价格。我看看哟。然后跟28号200，200块，然后现在是29号。29号也是我们热卖的 T， 然后它是瑕疵在这边领口这地方勾纱，是勾纱吗？哦，不是，也不是破哎、欸，它就有点好像小毛小结球的那小结球，小结球啊，这个应该是勾纱啦。对，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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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29号，29号价格200。200块，29号200。再来是30号，30号的话需要手巧的朋友，或者是你有拿去给阿姨，对，有修改阿姨。他呢，就是他 V 领，他是 V 领，然后他其实原本的 V 是到这里，就他本来是到这边，然后他变，对，他开了，他开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这边是有车线的，对，有车线的痕迹，所以需要请阿姨帮你再重新缝回这个位置，这样子，对，这个地方 IG 它本来是有线的哦，缝到这边，所以你要请阿姨帮你缝回去就可以。对，然后这是30号，深咖啡色，30号，价格是200，价格200，编号30，价格200。再来是31号，31号是斜摆。的斜排扣衬不对称衬衫，领子也是不对称的，然后是颜色是白色，然后瑕疵在啊袖子，我勾纱了，毒气勾，从哪里到哪里啊？这边，这边有一条，从这边到这边，就差不多这样，这个长度。本人还好吗？本人还好哎、欸，本人还好吗？看。哎，本人真的还好。然后这边，我们两个在镜头前面的研究。这里，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可是想说大家实在看不出来。对。因为我们自己要再找一次也是蛮困难的。对，这是31号，31号价格是300，300块，31，300哦。现在是32号。32号，我都有点想要把它收回了，因为厂商又重新生产了这件。我昨天有看到，你有跟我讲，他又重新上架。然后呢，32号，它其实都正常，就是它少了一颗扣子。对，它少一颗扣子。对，它少了一颗扣子。解决方法呢，就是你缝一颗不一样的扣子，或者去迪化街、农乐市场，或者你家附近换，全部换扣子，或是反正你穿裤子穿扎起来其实更跨模。对，你扎起来的话，根本就有没有这颗扣子都无所谓。对，所以就是少一颗扣子。其实我们不讲的话，大家也不知道。知道啊，在扣扣子的时候，对，因为它有扣眼。哦，有是。它有扣眼，没有扣子。对，它有扣子。然后是卡其色的商品，32号，价格400，400块，少一颗扣子哦，少最下摆的扣子。没错，400。再来33号。33号也是一字领针织衫黑色版，对，一字领针织衫黑色，在背面腋下，背面腋下这个要手伸进去吧，这里，这边一个小破洞，这个角度有吗？这样子，有吧？这样子，啊，有，有吧，有 ，IG 比较清楚，在哪里？小破洞，这里，对，这个，
我的手指头旁边。没错，这个是33号，33号价格是200，200块。再来34号，34号是我们热卖2年的羊桌，蜜桃丝羊桌。然后呢？瑕疵有瑕疵一二。一是在正面口袋下方，它是有抽纱的，这个状况在蜜桃丝材质里面其实还蛮常见的。然后因为它在正面，我们觉得它稍微就是也没有了一点，以前好像也还好，其实根本没有明显。对，就是你细看的话啦，对，细看的话看得到它啦。对，好，这是正面的瑕疵一号，瑕疵二号是在背后的领子，也是这地方也是有纱，重纱的感觉。然后就是34号，编号34号，价格700，价格是700，对折的样子，好像直接对折，对对对，不到对折还是五头，差不多了，不到对折。34号，那个 MON 那个我们就是一样，宅配跟电到店都有，哦都一样，全家电到店 哦，全家电到店哦，便利商店只有全家电到店。然后官网那个目前是 sold out， 因为我们还没开，我们待会等全部快介绍完的时候，我们公告一个时间。嗯，好，对，好，再来。然后接下来是35号，35号是热卖的双扣羊，双扣羊装，然后是米杏色的，米杏色。然后瑕疵在下摆，裙摆的下摆有什么点？红点？紫色吗？对的，很小的一个点。一个而已吗？一个两个？一个两个，这边还有一个。一个，然后两个贴纸旁边还有一个。对，这个比较小。对，一个两个，两个紫色点。IG 的朋友，一个两个，两个紫色点，35号，它穿起来是这样子吧？对，你们要看穿搭照可以私讯。对对对对对对，价格是这几号？35，600，35是600块。What？老爸不是，而且根本就看不出来，因为它在你这。对，你这裙摆根本看不出来呢，我靠！它在下面那个绿色点点那边。对，好，再讲一次，35号价格是600，35号，再来是36号。也是热卖的。对，现在官网上你还看得到原价。是的。但我们这是瑕疵商品。这里36号，皱褶羊装，米白色的，这边有一个，两个红红的，这边一个两个红点，一个两个，好，我再过来一点，这边一个，然后两个，哦对，好，36号价格700块，因为其实你它在侧边啦，对，它在侧边，看不，对折，哦，对折，36号，36号700块。37号同款，37号是同一款哦。袖子，有一条在右手的袖子这边，这样子有一条，就是压痕，它也不是它抽纱，应该是重纱，就是纱线变比较粗。这边到这边，近一点。这边有一个结，我因为它加了一条，然后到这边再有一个结，这样子。因为它布料皱皱的，所以本人是还好来给我，我 IG 不定，这里 IG 就会，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车的时候纱线有一条痕迹这样。这是37号，价格700，37号价格是700块。这是38号，38号呢？碎花洋装，然后雪纺的材质，对，然后呢，它是一件，就是拉链的时候不小心拉一个太用力，然后又咬到布，所以它的瑕疵呢在里面，它是在这个内里，就是有吃到布，然后拉链旁边吃到太，就是太吃太死，然后就后来拉链拉开的时候，就内里就破掉了。它是在内里的地方，不过它现在是可以拉的，正常拉，就是正常，对，正常，只是那边就会有个洞，这样，对，就是你在内里有个洞，不过你穿起来外面看起来是很正常，对，没有事情。好，这是38号，对，38号价格是400块，它外面都正常啊、哦，拉链现在也都正常，拉链也都正常。Tony 老板小编新年好，如新年好，新年好。这个是38号，价格400，400块。再来是39号，39号是那个左右不对称洋装，它是排绑带的，对，排扣衬衫洋，然后它里面有绑带，
然后外面，然后外面是扣子，所以穿起来就是不对称的感觉。是的，对，然后卡其色，是的，然后瑕疵是在背面，有一个勾纱，有一个勾纱，好的，勾纱，嗯，这个编号是39号，三十九号，价格是500，价格是500元，39号价格是500，然后接下来是。40号是一月的商品哦。然后这件呢是针织拼灯芯绒的洋装，然后瑕疵的部分是在针织的地方，瑕疵一号，它有两个瑕疵，这边有重纱，就是它有线比较粗一点，重纱这边瑕疵一号，瑕疵二号背面，瑕疵二号这个地方有个小破洞，对，稍微不过你可以手缝这个这边是可以手缝，我有看到吗？我好像这肩线的地方有个小破洞，对，这里好，这边是可以手缝的。这是40号编号40，价格400，400元，40号400元。再来41号热卖的编织麻花编织针织洋装，这件很厚实，空运运费爆炸贵，超贵。然后呢，41号瑕疵是在正面这个地方的旁边，麻花的边边有个洞，对，就是这个洞，有个洞，对，好，眼看给大家瞧瞧，好，看不出来，这样子，不是你穿的时候，因为它有皱褶，然后又在那个麻花旁边，其实本人是还好的，是的，41号价格是600，600块，卡其色，卡其，再来42号。42号小香外，日系小千金小香外，对，它是有水手领哦，然后瑕疵是在背面，那它是格子的嘛，然后背面这个地方毛呢，它是有小破嘛，就是它是像是勾到，然后我现在手指头顶在这边，也不至于看到，就是手指头不会飞出来啊，对，不过它就是有点小破这样，对，好，在这里。背面这个地方，不过因为它是格子的材质，所以用毛呢，本人是就把那个线塞回去，对，远看这样，本人是大概这就这样。好，这是42号，价格700，700块，这是有内里的，这件很可爱，我妹夫很想买给我妹，真的，他看我们官网，他一直说这件可以，可以啊，短版的可以。我妹个子比较小只，对，接下来是43号，43号这件是比较贵的档口，然后它的这件我觉得设计又跟一般的牛仔外套不一样，它是做圆领的，然后它其实是拼接的布料细节其实拼得很漂亮，你看这边弧线的车缝线什么就是蛮贵，它本来好像要1900，原价要1900，然后这件瑕疵呢，你从外观是完全看不到。它的瑕疵在这右边的口袋，但也没有破，就是它口袋是没有破的，因为它其实你可以放东西的，对，你可以放东西，东西不会掉出来，但因为它里面有衬布，它衬布没有缝到，就是它衬布是没有缝到，这个地方开开的，口袋没有破哦，对，口袋是没有破哦，它是衬布在缝这块的时候，它缝这块的时候没有把衬布缝进去，不过你是口袋完全不会。掉东西，是的，对，就是一件看不到的瑕疵，是的，这件是43号，编号43，价格是800块，直接少了1100，对，少1100，对，你是对1100，这口袋1100啊，43号价格800，43号价格是800元，马上涨价了，再来44号。是小熊外套，对，热卖小熊外套双面穿，然后它是拉链的双面，然后口袋，好，没关系，对，口袋跟那个背面，就是它就是双面穿啊，总之就是你等一下跟小兵要一下网站这样子，然后它的瑕疵就在口袋，看出来吗？先给他们看，就是这边这个口袋这边歪歪的。盖子歪歪的，这边比较宽，然后这边比较窄，对，看出来，这边是正常。这边是正常的，对，这边是正常的，它就是这个宽度不一样，这边不一样，对，但其实你远看，这样子，这样穿给大家看，正常的外套 ，Yeah， 看不出来，对称控的人在配十条，对，如果你没有很 care 的话就可以。
它很可以，这次是好，价格1000，价格是1000块，原价是2000多，嗯，它原价是2000多，44号价格是1000，双面穿哦，划算，好的，45号，45号有很多件，45号呢？一件啊，啊，是要抢一件，小兵可以抢一件。45号到前几天都还有人问可不可以追加，我实在是不想再追，因为我现在手上总有十几件瑕疵嘛。对，这款呢，这款我们没有每一件都有编号，因为它太多件了，有十几件。我们会随机出货。对，随机出货，它的瑕疵都是。没关系，你就手拿吧。哎，这件比较明显，哎没有，这个是贴纸，它的瑕疵都是小黑点。这个是贴纸，这是贴纸，对，这是贴纸，它会有小黑点，来，这边有小黑点这样子的，它的布料可能在那个纱线可能有点混到纱，但就不一定在哪里，对，在什么位置都有可能，不一定，不过太夸张的我们已经先打掉了，怎么可能在胸口这边有一个大黑点嘛？不可能，它大概就是袖子下摆会有一些小点点。袖子下摆会一些小点点，对，然后所以这一件我们就没有标每一件的尺寸，然后它就是不挑款，就是不挑，随机出货，对，然后价格是300，45号价格是300，我们会随机出货，太惊喜，我觉得后面那边有宝物，那有宝物，你要薄版面的，IG 看不到，看得到我的狗在这里。它是黄绿色，但因为这件当初就是我们有通知客人，他有瑕疵，对，有瑕疵。他好像来了20几件，全部都瑕疵，好像只有1-2件是可以出货的。对，其实最后就是我们全部都通知客人，就是我也没办法出货了，所以这就是不挑款，只有这个色吗？对哦，只有黄绿色。你叫我们检查每一件都是瑕疵的时候，心有多心在淌血啊！对，而且那个厂商就再也找不到人了，他收起来了，我真的是要晕倒了。好，这个是45号不挑款，随机出货，对，随机出货，价格300，三百。再来46号，46号是小兵也有买的，我也有买的洋装，它是拼接雪纺纱的洋装，买这颜色也奶驼色，奶驼色。然后这一件呢，它只能说是命运多舛，就它出货给客人了，然后被便利商店的车子尬鬼，骗过。哎，我用这个词是对的吧？台语当然是错的。为什么？好掐尬鬼啊！你后面有人在看戏，那个。就是它的包裹被车轮碾到了，然后所以被退回来了，可以看得出来，白白啊，有蛮明显，这边有一个痕迹，有个白白的，然后背面，对，因为它的同个位置，对，因为车轮在同个位置给它碾过去，这边这个是吗？那个不是吧？水，那是水痕，水痕，它好是水痕，对。所以啊，这个水痕应该是我们烫过的吧？对，我们烫过的水痕。水痕然后真的水痕是洗过就会不见，然后真的瑕疵是这一块，就是贴纸旁边这一块。嗯，好 ，IG 比较 IG 这个是黑黑的，是水痕哦，这个是洗过就好了。嗯，对，然后白白的瑕疵的是白白的，然后正面也有。白白的，这件我觉得就是可以接受的人穿。请问156会太长吗？不会，这件不会，这件156是可以的，这件156可以哦。要搭靴子啦，如果你不搭靴子，对，要搭靴子，搭靴子好。好，这件是46号，价格400，400块。它在官网还有原价可以看到，就是那该死的车子，三轮车，好，没错。好，这个电话抱歉。哎呀！快点，大家快下班了，大家不要。好的，快要结束了，快要结束了。我们要到尾声了，快要结束了，倒数了。哦，再见。今天小编要跟大家一起庆祝47号呢，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呢，它是有点前后片，就是有瑕疵。高低吗？斜斜的。这样吗？这样子，就是啊，你这样比就有，就是它后片会多一块这样。嗯，这边是前面的。IG， 对，那边是前面，后面。然后呢，其实我们这件有拿去给修改阿姨，想说我想要那个嘛，
修修看，对，修修看，然后稍微有回来一点点，我觉得好像有稍微回来一点，但是还是看得出来前后片有一点差异。然后修回来的那个衣服，小编跟我都穿过，我们觉得稍微拉一下，对，我是觉得还好，就穿到身上的时候还好，因为你前后片是感觉不出来，我是觉得感觉不出来，我也觉得感觉不出来，对，但如果你很介意的话，你把它当成内衬衬裙，你外面搭毛衣，对，你就外面搭毛衣，或搭针织外套，你就是把它当衬裙洋装穿，就是不要单穿啊。那就反正就是每个人接受度不同了，就不要浪费了。是47号，600，47号是600块，600块。对，48号没有48，没有四，在50，这是50号，50号，50号哦，直接跳50，直接50号，50号是热卖的那个平板压折雪纺老爷裤，老爷裤，对 ，Conny 自留 ，Conny 自留，它是1600多吧？好，原价1500，我不知道哎，1500的样子，15001600，对。然后这件呢，它本人是没问题的，不管前后或布料，它都是没有瑕疵。对，它的瑕疵在哪里？帮我拿一下。它的瑕疵在哪里？我不讲，你一定不知道。那你不要讲了。对，他也让大家知道一下，它瑕疵在这里。那它瑕疵怎么了呢？它怎么了呢？就是它本来是有这个袋子的，对，它本来裤头是有这个袋子的。但厂商的工厂做错了，它做成一般的裤头，对，一般裤头正常版，就是没有扣，但是穿起来是没问题的，所以其实它是没有瑕疵的。你要这样讲还是可以啊，这样比的话就是另外一款啦，对，它就另外一款，就是少了一个没有裤头的。那它布料本身是没有瑕疵，然后口袋啊什么什么完全都 OK 的，然后就是50号，50号价格800，800块。原价好像1500，原价1516，直接对折买一个，少一块裤头而已，这样。只是不同设计，它也可以不能算是瑕疵。对，啊，这个是墨绿嘛？墨绿，对，墨绿色，墨绿色。50号直接跳50哦，50号价格是800，对，在51，51号是洋装，然后是粉橘色，橘粉色，粉，对。对，然后它有两个瑕疵，三个瑕疵，瑕疵一号是这里有一个黑点。瑕疵一号有黑点，然后瑕疵二号是这边有一点小破掉，二号破，三号是袋子，对啊，三号是这边，它的绑带这里有洞，对，小洞，其实就是维修孔，维修孔，你以为是厕所天花板维修孔，反正总之就是绑起来用，就是看不出来。对啊，它就是你要这样翻的话，它是有个洞的，不过绑起来是看不出来。是的，对，这个是51号，51号价格300块，三百块。这个原价它好像1213，不止，这件很贵，因为这个布料是厂商。它还有内里。好像15多，原价1514或15多。折上再折，折到不行。我骨折。再来是52。这件洋装是51嘛？对，51哦，洋装51，300。对，现在是52号，奶茶，奶茶这件是热卖过的商品，然后奶茶色，然后五分袖的，也是撑装，所以你接下来马上就可以穿。对，他那时候卖到300多件，总之就是很多件。那时候好像疫情刚开始，我那还传讯息给我说，哇、哦，卖得很好嘞、欸，然后是在背后。一个点，对，背后有个点，有个小黑点，背后这个小黑点。然后呢，编号是52号，52号，价格是300，52号价格是300。再来53号，同一款，同一款，瑕疵是袖子袖口这边，哦，袖口，那个线应该，看不太出来，袖口这个地方有黑，好像有一条黑黑的线，对，有一条像黑黑的线，这里，这样。黑色的线，好，这是53号，价格300，300块，53号价格300，54号，54号背心，它是背心，然后棉质的，然后这边是拼花蕾丝，它的瑕疵是这样子的哦，嗯，就是它这边是有拼接的嘛，应该是 VV， 但它这边好像歪了一点，没有，应该是这个是要直的吧，然后它这边歪进来了，哦，是这样子，是吧？没有吧，它要 V 啦，因为它后面是 V 的。啊好。
应该是说它比较它太直、啊、对它要站它要歪一点，它歪一点，然后你把它扎起来穿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太出来的，因为它贴手位置好，对它扎起来的时候是看不太出来的，背面正常的话是这样的，对不对？然后正面的话是这样，总之它就是线有点歪，对，你不要把它拉出来穿的话还好，这样扎进去穿的话就看不出来。嗯，对，然后这是54号价格是100块，然后接下来是55号，最后一件了。对，55号是刚刚未上架商品的其中一款样品，然后驼色，可可色，然后它的瑕疵是在这边袖口，两个位置，袖口一。所以它是全新未上架，然后又有瑕疵，这样一号有个洞，然后二号这边漏针，对，都在右手袖子。二号是这样漏针，然后一号有个洞。嗯，还有吗？好像没有。哦，没有。对，就是这样，驼色系，驼色，这是50。袖子要不要贴？前面，下面。对啊，我们两个。下面还有贴一个。对啊，两个。他两个。哦。你没有认真看直播。这是55号，价格500。55号500块，这是500。它的那个未上架有它的价格在那边，就是折上再折。是的。对，然后慵懒针织洋装，这是55号，然后是 NG 商品特卖。对，好了。好，然后这是 NG 商品，就是到55号结束。然后现在是几点？对表。5:13。5:13，因为我们要留时间让大家问问题，就是你想要看问问题跟看回放，对，看回放跟问问题，所以5:30够吗？30分钟够吧？够，我们够吗？是我们够吗？啊，上次有点赶，因为问题蛮多的。那就6点。不要，5:40，5:48。好，我就是在一个出其不意。49了，48数字不好。好，549，5:49，在刚刚所有未上架商品跟瑕疵特卖都会一口气上架，在官网的2月 sale 2022春新春 sale 在这边，如果你是手机官网的话，你就是在这个地方2022新春 sale， 或者是点大图都可以。对，点首页的大就是到时候等一下会全部上架。你现在看到 sold out 是正常的。我们在5:49，等一下5:49会全部开放购买。那个瑕疵商品我们是提供编号，所以你等一下赶快看回放，有任何问题赶快提出来，我们才可以在上架之前回复到你的问题哦。那就是特卖商品就是看运气跟看缘分啦，就是等一下大家就是。手速加购物车，你加到购物车不等于结账哦，有结账才是有帮你保留到商品，所以你赶快加一加，赶快结账。对，看最后15秒，看大家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关播让大家去看回放，然后待会注意，当兵注意，5:49，这边没有人，哦，当然没有人当兵是，好，对表哦，5:49，连接场集合。官网自由区我们会同步开启。对，等一下我 NG 特卖商品会先开放卖场预览，就是你会看到 sold out， 但是我们等一下会在5:49同步全部开放，可以够结账。对，就会上架跟 NG 的会同步开启，那大家就是到同样的分类区，你就全部可以看到。好，那最后5秒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关播，大家看回放跟留私讯给我们问问题了。对。那记得哦，特卖商品没有退换货，所以你要确定清楚再下单哦，好吗？好了，那3、2、1，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拜拜！拜拜。